戴耳机进入花房，该对其余成员在答题区回答问题。答题结束后，女队长走出花房开始作答。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可以。若答案与队员相同得1分。有了，对了。答错接受惩罚，回答错误下课游戏结束。就是说，每个人要下去的。对，答错一次。 就全员接受一次假的等成。全员下，因为我们今天是要选我们第10季的专属幸福之花，所以这一环节允许大家穿上袜子，这样的话会减低一点点疼痛。等一下是一组一次答题，其他不答题的左坐在旁边的吧台区来品尝一下鲜花饼。哎，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鲜花饼，鲜花饼，尝。为给大家准备鲜花饼之外，鲜花饼。每一张桌子上还有我。 香浓郁一口清甜，营养美味超好喝的MC青甜菠萝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年 MC 的新品。MC 和鲜花饼更配哦。哎 ，baby， 你不要挡住我喝 MC 这个镜头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镜头。怎么有了 MC， 你们整个流连忘返都不想玩游戏了是吧？对啊，因为 MC 太好喝了，赶紧喝一个。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上一环节的排序，排名最末位的黑队先来。对对对，黑队啥时候没先来过？很公平，很公平。打量，打量。很公平，很公平。好，我们先来给左儿播放音乐。黑队听第一题，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开始作答。花店里面有花瓶。 服务员，取款机，不，那个刷卡机，剪子，包装纸，电脑，那个丝带，过客，还有是那个营养液，来那个卡，那叫什么明信片？手机，人，啊，这有了，说过了，嗯，那个喷壶，还有啥？过，还没过啊。 你没事，咱一块儿的，咱是个team。叶子，钱，笔，二维码，扫码的二维码。花盆，花盆，那个泥，那叫什么泥？这绿色的那个花泥。水，说了吗？水。哦，快来几个，再来几个单，再来几个单，再来几个单，再来一个，看不惯落叶。窗帘，窗帘，窗帘，窗户门。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 你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OK，好，请左儿听题，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花店里面有什么？花。耶！再想想，花店。你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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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稍等，稍等，稍等，他是不是已经赢了？我们桌三个。不是，答的越多分越高，最多可以答错两次。够了，够了，有一个就够了。现在已经3分，请继续。水。4分。啊。再想想，花店里面有灯。把我们队拆了吧，拆了，不要了，不要了。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什么花？快做鲜花饼吧，快点！太疼了，太疼了。这个更疼了。
脚趾，这个太痛了。本来只是脚底，现在连脚背都痛了。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我告诉你。别打了，别再打了。你别打了，我们四分够了。队长，队长，不可以，不可以。是我，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我们就说了四个，请继续。顾客，有。啊，哎呀，我的耳膜都要破了，彭和弟。啊，剪刀，泥土，有花泥，有。那。OK。钱，花店吗？正确。还有贼。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有贼的话，我觉得还有警察。警察，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知道吗？你们的造型都很幽默，都定格了，上脑了，上脑了，好痛。接下来请红队出战。好紧张，没事，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真的很痛啊，站在上面都痛。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衣服、袜子、牙刷、鞋子。牙刷牙。Toothbrush 牙膏，他说牙膏。口红。身份证。腰带。眉笔。眼线笔。帽子。睫毛膏。钥匙。钱包。洗面奶。面霜。笔记本电脑。粉底液。电池。耳机。耳机。你先笑别。手机。指压板。五。护照。四。漱口水。三。伞，遮阳伞，防晒霜。三个。时间到。完了，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你们比我们简单。请 baby 听题，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那可太多了。这个很简单呢。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衣服、鞋、洗面奶、牙刷。再想想化妆的，卸妆膏，没有，这带了化妆品咋不带卸妆的呀？忘带了。等一下。请继续。
安慕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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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腮红。腮红没有。天哪，腮红。脸上那么多笑话呢。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最后一下好痛啊！再来，请绿队出战。加油！试一试就知道了。加油！减轻一点重量。好，绿队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计时开始。可乐、鸡蛋、酸奶、安慕希、雪碧、青菜、水果。水果说水果呀、啊哦、苹果生梨生梨这也太难达到了吧橘子西瓜樱桃哈密瓜随便说肉大白菜冬瓜牛肉黄瓜酒啤酒红酒威士忌气泡酒冰激凌冰冰棍雪糕巧克力面包有格子那个隔板冷空气速冻水饺鸡蛋说了啊面条五老干妈四酸菜咸菜三二一我跟你讲我全程看着你们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黄鹤棣你在干嘛热个身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冰箱里面有什么鸡蛋正确汽水啊可乐没有汽水可乐是汽水啊大类嘛汽水大类可乐有了呢那个正确这个变成你比划我猜的节奏了啊这有点过了啊威士忌正确还说啥了我都忘了啥呀 OK 苹果正确 OK 西瓜正确葡萄没有葡萄吗三个男孩子平时不爱吃葡萄回去第一时间离开是对的我觉得真的第一时间要离开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来请白鹿继续作答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碗头天晚上
的天哪！感觉上一次压指压板还是在上一次。鉴于大家的表现非常好，第二轮我们把难度降低，每一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哦，就是只疼一下，对吧？好，那依然从我们的黑队开始。好，请问除了鲜花，男生在过节时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计时开始。衣服、戒指、裙子、鞋、钻石、红包、口罩，还有送口罩的，手套、手表、手机、电脑、吹风机、洗衣机、卷发冰箱，还有包书包。书包，谁会喜欢送书包啊？车，这全都已经超出我的经济范畴了。游泳衣、电影票，然后还有狗、猫。羊、猪、鸡、牛、鱼，能买的所有宠物，马，骡子，还有小兔子，玩具、手办，然后那个自行车，我上面说过好多。左儿听题，除了鲜花，男生在过节时还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除了鲜花，听懂了？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啊！包包，正确。没了吗？裙子，正确。手机，正确。口红，正确。手表，正确。哇，好厉害啊！外套，衣服，这是衣服，这是衣服，正确。泳衣，哇，这都猜出来了，这都猜出来了，正确。单车，自行车，正确。这无法超越了，我觉得太牛了。你有想不想养一条狗？提示了，不算。你们都你比划，我猜了都。那不是从绿队开始的吗？啊，把啤酒的旋儿都演出来了。那个声音我都听见了。还好意思？好，我们公平啊，我们公平啊。好，来继续。洋娃娃。有玩具，我说了，娃娃，那个娃娃，玩具，玩具能跟洋娃娃一样吗？不一样。哎呦我天，终于把这一次整完了。请红队听题。请问女生喜欢的食物有什么？开始作答。螃蟹、巧克力、小龙虾、巧克力蛋糕、牛肉、冰淇淋。哎呀，我刚要说了，汤圆、粽子、羊肉串、面条、奶茶、麻辣烫、担担面、火锅、火锅底料。苹果、香蕉、柿子、李子、梨。苹果、香蕉，你说个绕口令得。芒果。四。彩虹糖。三。跳跳糖、棒棒糖。天哪！已经很多很多了。请问女生喜欢的食物有什么？
女生，那可太多了。都爱吃的不一定是你。反正我爱吃薯条，反正我爱吃薯条。一个没说吧，一个没说。这么没有默契的组合，快把他们拆了吧。巴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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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薯条 MVP baby 姐。你们说的这些确实不是我特别爱吃的。接下来请绿队作答。第一了，稳稳。万一他们翻了，他们只要不演不比划和猜，咱稳稳的。请问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公园、电影院、天桥底下。天桥底下。天桥底下。天桥上面。那是街头吗？那是。地铁站。理发店。理发店不是你那个什么概念。家里小树林。小树林。书店游泳池。酒吧 KTV 超市小卖部。办公室。不是你的点有点怪呀、啊、快点多说点呀、啊、商场游乐场学校操场篮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场足球场烤串小脏摊。小脏摊是什么？就是马路边的那一种吃东西的地方。山上一起去爬山。海边沙滩对密室剧本杀倒计时。的士是吧？出租车，公交车，火车，飞机，轮船。他的答案，坤儿的点很好，今天坤儿的点都是天桥底下、啊。天桥底下、啊，我拉你唱。来吧，我看看是何方神圣。请问，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电影院。KTV。 正常游乐场总有吧。正确。游乐园。你看我别看他们了、哎、导演提示你、哎、别看他们了啊。啊，正确。果然你家二婶。哎，不要看了。刷。哎，这啥呀？你别误导他。不能再这样了啊，这样我们就要直接惩罚了啊。火锅店。什么？火锅店。火锅店没有吧。好，来请准备。为什么不去火锅店呀、啊？吃了一身味儿咋约会呀、啊？任，过年了，恭喜黑队可以直接晋级，红队和绿队其中的一组会面临拆队的风险，因为排名是绿队第二，红队第三，所以在我们的转盘上，红队7格，绿队3格。这再中了，真的是。来，一二三，看呐，朋友们。哎，我看着这个感觉有点晕呢。红的、白的、黄的、绿的、紫的、蓝的、绿的、绿的、绿的。哦。我的天哪，这么漫长的，我有点晕了。各位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公布结果，
我们来一个宣布结果就是。就是。好像是红色。绿色。又是红色。又到了绿色。发现到了红色。到底是谁呢？哦，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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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生什么？谁会？哇！还在走，太丝滑了！很遗憾，红队在这一环节要被拆队，所以要把 baby 的花名牌换成摘掉了，摘掉了。同时，你们挑选的这种玫瑰也会把它拿去做成玫瑰花茶。哎，可以。我做成茶了。我那个做，我觉得我那个泡澡最好用。要任务。团结，团结，来吧！啊，行了，慢点啊，别踢着机器啊！我用冰块让我先敷一下。啊，豆浆，团结，团结，哎，苏兰，我不会死的，我看好你，我不会死的，你会的，相信我，奇迹的发生。就在你身上，我就挑战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第一天嘛，这个游戏，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体现我们团结、为队友牺牲的精神。牺牲好大哦！哦。好了，准备，各就各位，准备开始了，加油！准备开始了，会开始吗？啊！哇！豆浆，加油！加油！哇！啊，感觉很棒，感觉很棒。还没到那儿，还没到那儿，还没到。你怎么忍过来的？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哇！哇！团结！哦，加油！豆浆，加油！豆浆，绳子还没解开呢。豆浆那绳都系住了。那是我刚刚打了一个死结。你故意的，怎么没有？怎么可能？我心跳出来了，快点了！等一下，马上。他们已经输了，他们一个人用200多秒，感觉。哇！哇！两个，哇！还叫花，还双飞，年轻啊，你年轻啊！出来了，你年轻啊！哦，好强！没有，我们这里会追回来的。他已经用了5000多秒了。豆浆，加油！一头汗啊！好强！败了，败了，我也败了，我也败了。要帮在那败。哇！很难！
讲话，大妈！啊，大妈，我爱你！王祖蓝加油！王祖蓝加油！王祖蓝加油！大妈，你好漂亮！大妈，你好听啊！大妈，走！王祖蓝还够不着。不算，重新来。没有成绩。可以，你可以调低一点吗？大家不是一样。但是我的高度跟他们不一样哎，啊！但是我要试一下，我是不是碰不到他？我不不没没跟成绩没关系，我要试一下。谁知道我们没有一起？谁明白身高我的意义？努力加油！我该不环节交通啊！哦，胜利了！胜利了！对不起，真是你们应该对不起。应该我先第一跑。对，其实还有一个，其实涛哥，我很感动。你感动，但是你心里在笑。笑，你有体育精神。真的，我刚才给我一个接力的点。跑到这头还是跑到那个。袜子要脱掉，袜子别脱，要脱，袜子别脱，要脱。我先试一下。按摩自己的。前面准备啊！二十个是吧？先上升啊，上升一推你就吃饱。
快点，不急不急，快点不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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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可能性很大。连李晨都这样了，我们想我好困，理想128秒。哦，哎，准备失败了，重新再来。你要快点。啊，重新再来啊！我求你，那个单杠可以低一点。没戏，贝贝，你没戏，你没戏。自己上啊！不可能，不可能。我也能走得比你快。他都比你快。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他又说要保存力气。这回我们八十秒，来，一二三，耶！黄队必胜！来，准备！来，准备！加油，快跑，快跑几步。啊，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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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绳子都咬断了，就咬绳子。多少？应该能通。应该没过。应该没过。没过。啊！我们期待一下，期待。多少？来吧。不想知道也得知道。你必须得要知道。来吧。来吧。先行吧。One, two.连续进行三次跳远，根据距离的远近来排名。哇，这个太疼了，不敢跳啊！这个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完成跳远，所以我们允许大家穿着袜子来进行三次跳远。我选这个，你别一会儿扎那上面。老沙，到了你的主战场了，我先来，我先来。哎，给，加油！哎、算了算了，这太疼了。太疼了，老沙，这趴可以没有成绩，那只能这样。沙哥，你别想不开。我要想不开啊！你有一种刮骨疗伤的感觉啊！这个真的疼哎，巨疼！好，沙哥挑战甲板跳远。你走了两步，你总共三步了，三步了，三步了，退回去，三步了，三步了，三步没了，哥，你结束了，你可以回去了。已经三步，一二三，结束了。你这不算，要重新开始。
好，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坚持，太励志了，哥。哎，第三下怎么得到这儿啊？别过去，过去，过去，过去。鲤鱼跳龙门。好，沙哥第一次挑战，成绩3米5。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歇会儿吧，现在。我先歇会儿。好，那第二位要出战的成员是 ，baby 来一个吧 ，baby 来一个。baby 来了 ，baby 来了。女生的起跳距离从1.5米开始啊。这儿。越轻越没事。OK。来吧，加油。哦，还有我的最好的实力也就只是这样了。对啊。没事，还好，还好，还好。我以为你能上来了呢，你还是非常准确的找到了个边缘。可以可以，加油加油！哇哇，非常轻松，但是你那小脚缝找的，我一看，老到位了。好 ，Baby 的挑战距离是4.3米，恭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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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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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加油啊！好，接下来是凯哥挑战甲板跳远啊！哒啦啦滴啦啦，哇！凯哥不疼吗？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完全是心理上的障碍，只要能够克服，不行，越站越久越疼。我那就快跳吧，超越，票房大卖。从你们老将的身上，我看到了跑男的精神。你下部电影能不能拍个美食的？咱不拍体育的了，行不行？好，凯哥挑战距离7米，恭喜！ Yeah! 我听到了你脚后跟碎的声音，是吗？哦，挺厉害的。凯哥，我来吧，重返一下历史啊！139，欢迎欢迎超越。果然今天的主题是超越之心啊！真的超越自己啊呀！从1米5开始，好，好，宋雨琦，甲板跳远，请准备。你们都没有痛觉吗？这是？没事，不要打断我，等一下，我在急救。这都觉得脚底板疼啊，太疼了，真的，加油加油，差不多差不多啊，哇，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差不多差不多啊，哇，加油加油，7米3，哦，7米3，
抗超越之心，再来！加油加油加油，凯哥加油！凯哥，我相信你，再来！你是不疼的。好，目前场上领先的两位是雨琦和凯哥，分别是7米3和7米，恭喜！啊，1.39。好，还有成员要挑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最后成就。没有，没有的话，我来一把。来来来，好，我们换一个。加油！来吧，来吧。好，蔡徐坤挑战解压板跳远，请准备。心理障碍啊，有心理障碍，这个有点吓人。一点都不疼。是别人两步的距离啊，你太拼了吧。这个我错了，妈妈妈妈，这里不可以这样子跳，这个你可以稍微控制，不能那么狠啊，不能那么别滑啊，你跳过去他就哇。触电了，感觉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你知道吗？他已经适应了，他已经适应了。最后一步了啊，加油！8米，随便一跳就赢了。8米。救命啊！8米。冻在了小竹笋上。蔡徐坤挑战距离8米7，8.7。目前场上最好成绩，跳远之王啊！太强了！以后这个节目就给他保留下来。每次蔡徐坤上来先表演，我这是供蔡徐坤专门跳，对，我帮他拿着小竹笋每天。特工体能的指压板障碍赛，指压板赛道分为前后两段区域，前两条绳索需向后仰头从下方通过，第三条绳索可选择任意方式通过，赛道后半段可选择直接通过或从两侧的软垫区域绕行，每轮最先到达终点的特工获胜。第一个任务，你不会知道任何游戏规则，仔细观察别人，根据情况进行推理，注意管理好表情，不要被发现。哪儿出发点？他连出发点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啊，你不知道任务对吧？啊，你不知道任务？怎么可能？根据你们刚才开场的顺序列队站好。在这边。我当然记得。陈赫，你在这边。这边。我都记得所有的位置。现在从 AB 特工开始报数。1、2、3、4、5、6。就搞我啊！你是要给我搞事情对不对？我在哪儿？他那个老年人啊，听不懂。报数。1、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耶耶，成功！我们居然可以报数哎！哎，规则都知道了吧？知道了。话越多就越不知道了。话越多越不知道，没错。对对。九位车工，请在起跑线准备。好。开始。喂！啊！不知道，不要装了。哇，林更新学得很快哦。哎呀，不知道。耶、yes. 这个很硬，这个比这边硬，这是一个程度的。胜利，请到一边去休息。自己都很诧异吧？对，我自己都很诧异。请里程特工到一边休息，其他八位特工回到起点。太好了，真的，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既可以观察他们到底谁是白板特工，又可以获得休息补充体力，太好了。哎，艾拉，走得那么早，怎么那么晚？因为很疼啊。得瑟了。现在得瑟了。谁说我得瑟？你。谁？得瑟儿，有得瑟儿。得瑟了。我来看你们啊。有得瑟儿。好了，现在进行第二轮，预备。开始。开始。你看，知道这个游戏要赢了。
边犯规了，那边犯规了。此轮的胜利，因为我看到了，看到什么了？看到了窍门。我把这的路堵了。啊，对啊，不让他我站那边，站这儿，我站这儿。一来了就这样。啊，对。我已经知道是谁了。行。我也看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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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行第三轮的比赛，三、二、一。特工获得第三轮的胜利，恭喜李晨特工、林更新特工和 Ella 特工获得了本轮的胜利。Yes， 请上前领取你们的线索。OK， 还有线索？都是白白特工的线索。我们是特工，输的人应该俯卧撑十个吧？输的要有点。对啊，快点俯卧撑。这样，这一把十个，下一轮二十个。二十个，好，好不好？来来，排好排好，你在这边。排好排好排好，好壮观啊！一、二、三、四、十。Baby 都错了你。九、十、太厉害了，人老心不老。请各位特工上车。好，好，好，角色三，起步，三，走，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不是到了吗？我到了。天杀落地。
来吧，蓝队先上。所以咱们现在怎么分配的？我觉得我来指压板吧。他已经张杰这个决定太棒了。那个地方应该是声音最大的，就能唱。把那个麦拉下来。是的。袜子也要脱掉哦。杰哥可以的。杰哥，你是英雄。肾不好才痛哎。杰哥身体其实蛮好的。哦哦。耶耶。就是这样的吗？事情呢？准备，三二一，音乐。哇，好高啊！7.3。弯出了土家人的心灵债。他只有一个音 ，baby 只有一个音。你在唱什么鬼？你这是唱歌很难听的鸟。知道在唱什么东西？有没有美如水的妹子？好嘞。追一个九连环。九连环。没有。路上的跑快了，十八万，哇哈，九连环，九连环，十八万，哇哈，九连环。啊啊！唱歌，嗨嗨，哇哈，哇哈，哇哈。播出的时候啊，把 baby 那一轨单剪出来，对，真的绝对太精彩了，就一个音，把音乐全部去掉，这一期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哈哈哈哈哈！赢了，薇米姬这一期赢了。我们公布分数，46分。哎呦，对了，我觉得他们整体的这个表演是非常好的，有人唱主音，有人呢就唱和声，弯弯弯弯弯，然后旁边还有粉丝。不要高音。飙高音，来吧，来黄队上，怎么分啊？哦，我去弹一下，要不然去吧。好，送凯凯去太阳系。Rain 哥哥，你开始这样卷绳子。
现场音乐准备。爷、yeah, ，没事。不是，爷、yeah, ，打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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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我们公布成绩，最后的成绩是72分，越来越好了。你找一个会唱的人在上面，我去。来，棒球绳绑一下，这个好啊。不要过来，我肯定过来，我带你去月球看一看，邓超。哎，我带邓超去月球看一看啊。来吧，豪哥。哎，他们队为什么要选出两个壮丁来？他们刚拉我也是这还是壮丁的班长啊。来，我们音乐，来准备。有，保持平衡，保持平衡。有，有，保持平衡。有。大山的子傲，子傲，傲子傲，傲傻子，傲，怎么用？怎么用？加油力！大山的子孙有爱哟，太阳啊，太阳大哥。哎，贝比，菜都买好了吧？绿绿山，珠宝弯弯弯弯，弯弯。我出来找热闹去。救命！救命！27分，一定是27分。爷爷，爷爷，走了，走了，出家人水和尚。好，好，这首歌太难唱了。你第一次是粉丝，第二次是卖菜。来吧，好便宜啊，我的菜好便宜啊。感觉怎么样？啊 ，Mr. 老，老邓头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团灵魂。豪哥，我们现在公布分数，不用公布了，分数是不用公布，分数是21分。我高估了他们，我以为是27呀，原来是21呀，21分。你俩在下面的笑声，我跟你说，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两人还在底下打配合，哎，再来个大的，来个大的好不好？我，什么叫再来个大的？他说，我黄队。来不起来啊！
我刚刚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来搭把手，乘客拉不起来啊。你平时为了掩饰自己腿短和屁股大，他会穿吊裆裤，现在把裆全搞上去了，大家看他的腿，摄影机全部焦点，没有腿，没有腿，没有膝盖，没有腿。音乐准备，三二一开始。大河向东流啊，天上星星看看美啊，哎呀哎呀哎东啊，哎呀哎呀一碗酒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哎全都有啊，水火里不回头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我走，你我全，你我走，你我全都有啊，我什么都有啊，你们要全给你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不要搞我，不要搞我，哎不要搞我，哎呀啊啊啊！哎呀啊！来放下来啊！哇哇哇！解乘客！哎，应该有了。再不解乘客，我们都会被甩出去。氧气，氧气！来，好大一坨，好大一个蝈蝈，好大一坨，吊牛蛙有没有？宣布一下黄队的本轮成绩，81分，85分，81分，分数是还有谁？谭维维和郑恺唱得很好。哦。今天完全让我打破了唱歌的那种概念，我不知道怎么唱歌，对音乐的理解要打破。我接下来演唱会怎么开？就这么开，方式开。所以我就在台上就哎呦嘿呦，看到指压板了吗？看到指压板了吗，老人家？哦，为什么最后一期还要指压板？超长指压板，这么长？对啊。哇！哇，真的会被吹走。好大好大的风。古兰，你还好吗？欢迎来到阿德莱德巴罗沙河谷进行第一轮的比拼，在这一环节，有且仅有只有一个人可以获胜，他可以获得金色名牌。哇！但是这一次金色名牌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换上袋鼠服进行第一轮的比拼。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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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干什么？啊啊啊！你要干嘛？走吧。真的吗？走吧。你要干嘛？走吧。你要抽尾巴。啊啊！你要干什么？啊！
拜拜。小竹笋，不扔掉下来，坐在上面吗？指压板。哦，好吓人啊！这也太可怕了。有机关的指压板呢、啊？我们到下个地方好不好？吓人啊！是这样，朋友们，刚才发生一些小的意外，黑牛被这个帽子砸伤，往里头不小心被学士帽给砸中了额头。观众朋友，黑牛的粉丝朋友们，现在他状况很好，然后现在在这个医院处理一下伤口，一路上还给我发让大家把接下来的环节录好，我们等黑牛处理好伤口让他归来 好不好？好好。那这指甲板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来到晋商博物馆。大家现在已经从奔跑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为创业梦想而奋斗。如果你们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你们需要具备准确的判断商品价值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商品估价，离真实价格越接近的一组就可以免于惩罚。我们给出上货价啊，还是这个市场价？市场价。OK。批发价还是零售价？零售价，零售价。赶紧把鞋脱了就位吧。不脱鞋，不脱鞋，死都不脱。对，你没尝，没准你喜欢呢。啊，对，我们都试。谁喜欢这种东西、啊？多说无益，快脱鞋，同志们。哇！这个是属于什么呢？不是和你的脚掌接触，是插进去，插进你的脚掌。这个没有在少林寺待过5年以上的朋友，是承受不了这种冲击的。我觉得站在这上面都有点害怕。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山西大学广告系主任、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志强教授，他将和各县市的老乡一起为大家介绍山西特产。我们这里多一个位置，老师共同参与一下好不好？韩教授脸是白的。估价环节马上开始。山西老陈醋素有天下第一醋的盛誉，今天展示的第一件特产就与醋有关，有请酿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郭俊禄。今天呢，我们带了山西老陈醋的精华醋膏。我们一缸醋啊，容量有400多斤到500斤。那么通过这几次的盛放嘛，也就十几斤的醋。就今天带的醋膏是1987年再次陈酿而到今天的，也可以是30年了。1987年，比我年纪还大。我们国家一个国宝叫秦汉章老先生，110岁了，到现在呢，每个月要吃2勺到3勺这个醋膏。这都活110岁，还不全拿走？好酸啊！很酸。这个是1987年的醋膏。你真的觉得不酸？不酸。我们这一勺之后80岁没问题啊。邓老师200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呢。现在请大家来猜测这一小罐约250克的醋膏，它的市场价是多少？一般市面上多少钱？不知道，我没有买过。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
晒30年的那种，就爸爸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至少个3万多吧。没这么贵吧？浩哥，你觉得呢？你智商最高啊。我觉得，放过我们吧，算了，放过我们吧，算了。这怎么猜啊？快点，你不可以这样子，快点猜。肯定挺珍贵的，对吧？对，你说醋就已经很贵了。有的那种意大利醋啊，意大利的巴萨米克醋，对对，一小锅10000欧元。是的，我们要拿这个醋跟它比，我们太便宜了，因为它只是一个葡萄的单一的原料，我们是五谷在自然条件下冷冻的情况下形成的浓缩，它这个营养丰富非常特殊。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不是大众都能消费得起？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它这个不能天天吃。哎，对。我们抓住这一特点，它不天天吃。你想啊，250克一就是按勺得吃一年吧，就像吃好的蜂蜜一样。对，我觉得不会那么贵。1000多是不是便宜了点？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我刚心里的价位也是在1000多。8000，8000我都觉得有点高。1000到500，我觉得。不可能，真的，我觉得30年嘞，我觉得真不止。30年的东西珍贵，我觉得真的高。4、3、2，太高，1000、2000块了，1000、2000中间吧。现在请两队亮题板。太贵了，5000块，怎么想的？太贵了，你知道陈皮有多贵？这什么叫民生吗？对，网哥讲太对了，你看我这份写太多了，最后写2000已经顶头了。你怎么算？我一定错啊、哦！自己搞内讧了。要接受惩罚的队伍是，好吓人啊！这好可怕、啊！我的妈呀！我的脚心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的。3啊！动，这怎么能不动？一，多少钱？这一罐250克的30年陈酿的醋缸，它的真实价格是？我说了1000块钱，你写1000块钱我们就赢了。阿姨，我错了。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价格呀？要让大家都能吃得起。说实话，很公道。谢谢我们的老师。我们再来请出第二位老乡，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郭梅花。大家好，我是郭梅花。梅花姐好。文化部邀请我去过20多个国家，还去过联合国总部搞过展览表演。我今天带来的作品叫《四季花开》，这个纸是我自定的，万年红万年黑，它是永远不会掉色的。这一幅画我们给出大家一个价格区间是5000元到20000元之间。老师，这个东西会在市场上出现是吧？市场上少，我都是定制的。您剪这一幅画要花多长时间啊？从构思到创作一个礼拜。你一个月做几个这个？一个月最多做5个。你上个月卖最后一幅卖多少钱卖的？这个是秘密。我觉得至少10000多吧。13000，18000吧。这太难，我告诉你，我们俩互相看来看去，没有人可以有正确答案，没有办法。你猜18000啊？13000？16666。好，多少钱你买？我觉得10000块钱可以的。你想啊，你如果一个老师他要超过2万的话，一个月是一个月就10万块钱的收入，一个正常价。我感觉看这老师，他觉得他不是那种特别里边愿意敛财那种人，所以我觉得10000块钱合适的。对，不能太贵，不能太贵。梅花姐，梅花姐，姐姐，梅花姐，姐姐，姐姐。
看少不少。来，我看看我比回来，我跟姐说，我说那行，我看看姐的，可以可以可以。大姐，我们现在来公布结果，来，少涵，你要不要试一个脚尖下去的，就这样的？要接受惩罚的队伍是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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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三。商品的正确价格是，哇哇哇！哇哇我就差了1分钱，我猜的最准了，老师，我猜的最准，宝哥你太厉害了，是不是我厉不厉害？是确认过眼神的，确认过眼神。哎，我觉得平时啊，对中国文化。对中国老祖宗这种传承要多学习。我现在不知道，我对中国族语是很有很深的认识。我觉得你们有点得意哦。哎，非常得意，不是一点点，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郭老师，谢谢。现在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三位老乡。这是什么呀？苹果。苹果。我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嘉兴的黄富士苹果。第一，它的颜色好，特别红，特别亮。第二个，它好吃，口感特别好。第三个，好存，便于储存，便于加工。咱们吉祥苹果已经走出国门，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他们都可以吃到咱们的吉祥苹果。太棒了！吉祥的苹果曾经获得了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的金奖。金奖啊！吉祥被称为中国苹果之乡，当地的老百姓就是通过种植苹果，然来发家致富。他是吉县的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哇，也是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现在请大家猜测，这一盒共8个苹果，它的市场价多少钱？不知道。这个我跟你讲，这种农产品我从来没有买过，水果从来没有买过。我去菜市场买一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般，你在哪里的赛场？香港嘛，香港也是，只是不要再拿香港的那个来比的，不一样的。你刚才你的陈皮就已经不一样，香港卖干货都不行了。这个蛮难猜的，红富士60左右，68或者88，78。对，这样。这边请大家看看你的价格，80会不会贵啊？而且两次我们的都想的都比较贵。太贵了，5000块。你们这边统一都比较奢侈。你看他那个礼盒，我觉得就会贵。我从来没有见过八个变成盒当盒卖的，当盒卖肯定贵。请两队亮题板。哎，我觉得大概就是100。你们啊，真的是没买过菜吧？没买过菜吧？不生活，他们不懂生活。你们都是在那个超市精品区买的吧？你们真的是不逛超市啊！你们都是在那个超市精品区买的吧？你说你的意思我不懂苹果，对对，对不起，我只懂足浴。你这你首先得是什么？它有一个平均价格，对吧？对，就每一个苹果在市面上的平均价格是几块钱一个，但你知道这是什么苹果吗？什么？真的是最生甜不一样的苹果，这很好吃。他要得到这个老百姓的认可啊，他一定价钱不是很高的。可是而且呢，这是他这个地方又是靠产苹果出来的，他是产量的地儿。但是如果品质很好了，品质对，他就拿品质好来说话。同样的价钱，品质好，肯定买他们的呀。不，听说听我讲，宝哥，但这酒包装这是礼盒啊。哦，这礼盒，礼盒3块钱够了。不，3块钱够了。我做包装，你没做包装，你没卖过，你没卖过东西。你看看宝哥多贴地气。老师，我不是说你们苹果不好，我是你们非常智慧，用这么好的质量去冲这个市场，我觉得你们脱贫就这么脱的。OK。点赞。哎，老师都已经给我们比大拇指了，你们又废。绝对不会下去。要惩罚的队伍是
怎样？他的市场价是108元。感谢我们这位老乡，苹果可以留下，再给我们切一点，太好吃了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山西的白酒是非常有名的，而这款酒是来自于四川，同样味道也非常的好。我看过这个广告，你真的看过？我看过，多少钱？忘了。我踹死您！他说我看过这个广告，我多少钱？我忘了。我们是猜一瓶是吧？还是四瓶？猜一瓶。多少？15块钱，15块钱。你喝白酒？我不喝白酒，但我知道大概价格。对，可以。我听老哥的。可以。先到，你两队公布你们的价格。你们忘了我在学校的专业是酒神吗？你很确定吗？我就把话放了。我惩罚的队伍是。是我们便宜了吗？对，这款酒的真实价格是30元，30元。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觉得30或者40有可能，我觉得可能30。听你的，太便宜了。接下来，请出下一位老乡。大家好，我是张叔，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小米不是给鸟吃的吗？我们家小时候养鸟都是吃小米。我们经济学院有个败类，这个败类必须除掉。小米粥没喝过啊？这个小米它熬出来的粥牛特别多，口感好，比较适合养胃。能不能加个海参啊？好好喝。好吃。好香哦。帮我加个海参进去。观众朋友们，喝了这个小米，指压板都不怕了。妈妈，我还想来一次指压板。怎么可能啊？这个真的哎，有点为难我们。我们这里都是00后，不太懂这些东西。你们真的不懂。我买过500克的，应该是30块钱。500克30块钱，但不知道品牌一比一。1000就是，这得贵，这得180。那我真觉得10块就 OK 了。10块多。10块多。对，那就这样呗。我同意。OK。大米3.5块一斤，你想吧。小米儿子多收10块钱一斤呗。我给出你们市场指导价了。你多少年没去菜市场？我家现在种大米呢，还有多少年没去菜市场？我带大米还没地儿卖呢，你买不买？亮几板？什么？漂亮！我们赢了！什么？我们赢了！对于这样的生活常识，应该掉两次。北纬、东京都给你说出来了。我买过这么小的，是30块钱。直接把他们弹射出去。好了，电影时光猜题，请看第一题。功夫。在关键字上，关键词。功夫。然后下面是周星驰。回答错误，继续。是暴速婆吗？哦，好像是。
起来，先让我走，起来，先让我走。结果太惨了。功夫包租婆，回答正确。你看你傻不傻？你应该去的，这怎么干什么呢？你怕疼，我的脚都愣了。请看题。魔，这是多少个字啊？西游降魔。西游降魔之。巴啦啦，小魔仙。我。那个就是那个很火的那个动漫，那个哪吒的那个是吗？哪吒之魔。哪吒之魔。魔神现世。魔童什么什么什么。我那看是。对。然后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之魔童现世，我命由我不由天。回答错误，继续。哪吒之，看，就是这个，我记不起来了。魔神，哪吒之魔童出世，我命由我不由天。你才出世了。哪吒之魔童下世，行，下世了。哪吒之魔童上世。这啥事啊？由我不由天，那最后一个。哪吒之魔童现世，说过了。哪吒之魔童转世，回世，留世，出世，下世。魔童降世，回答正确。你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我回降世，哎呦我的妈呀！好，恭喜这一题沙哥回答正确。去，请看下一题。啊？我？这是咋猜呀？这啥你都能知道，你脚是真没你是咋你是个透题。手等一下，手西红柿首富。哦，关键词啥？下一句。你过来我。你过来，那不是那个。那不是一个电影，不是一个片儿。西红柿首富。我的。拜拜我的。妈。西红柿首富，拜拜我的卡路里。回答错误。燃烧我的卡路里。你比李龙家叫的声音大，就是首富燃烧我的卡路里。轩逸，你自己的歌你都猜错了。哎，你刚刚说的什么呢？拜拜我。哎，你过来呀、啊，你那个羞羞的铁拳。啊，你过来呀、啊。啊。哎，龙虾死了。龙虾。龙虾。那龙虾已经阵亡了，龙虾阵亡了，我们换一只螃蟹，换个螃蟹好了。这更小了，这怎么变得更小了呢？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就怕多了想，关键词摄魂怪。这要是中了就厉害了。我没有人站起来。不是，这给这么多字儿，一个我上哪儿猜去？门。祝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不对，我们在第四个字儿啊。啊。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哦。
回来！你回来！你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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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抬起来！别才能走啊！那你先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回去。我不知道关键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沈佳宜。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陈妍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圆珠笔。不是她一直扎她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女孩，真好看。真好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绑马尾。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放天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孔明灯。凯哥又抛砖引玉了，请看下一题。什么《西游记》？笔记？海上牧云。什么游记？西游记？不能《西游记》啊？游记？《荷里活游记》？环游？飞屋环？飞屋环球？飞屋环游记？你给我扯起个气球？不对。什么老人错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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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飞屋环游记房子。你再一出去我求求你们了。寻梦环游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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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迷路。是。我知道了。寻梦环游记。你说寻梦环游记 Coco。寻梦环游记，奶奶、啊、Hola mamá Coco How are you 奶奶太难想了，太难了，知识盲区。寻龙诀。哎，你那角色叫什么呀？你那角色呀，寻龙诀第四天。什么玩意儿？第四天。第四天。我那叫什么来着？那个花彼岸花啊，寻龙诀彼岸花。还有什么龙？是寻龙诀。他就是你猜出啥来给你啥。寻龙诀王胖子。寻龙诀胡八一是有这个吗？知识波波球，什么知什么？我，你好，知华，不对啊，喜剧之王。贼沉，我跟你讲，我走。喜剧之王，我养你啊！哎，不是，啊，喜剧啊！啊啊！
喜剧，喜剧之王，演员的自我修养，我去。这么长，九个字儿。啊，有，有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唯恐迟迟归。爱丽丝梦游仙境。胜，胜游。嗯，爱丽丝，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对对对对对。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紫霞仙子。回答正确。这样都行啊！我和我的祖国，哎呦，我和我的祖国七十周年呀！这是成立七十周年呀！红高粱妹妹，你大胆的向前走！哎呀，流浪地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青蛇法海，哇，哎呦！赵文卓嘛，你这也太厉害了！床前是麒麟，遥遥领先。接下来我们是音乐题，有的是电影的一些主题曲，有些是一些普通的音乐。好，可以可以，挑战一下，挑战一下。那我完了，就直接在这休息了啊！请看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哦，三生三世十里。凉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凉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你提醒他干啥？你提醒他干啥？你他也不知道歌名，关键是你不知道啊。我凉凉了。请看下一题。九。九妹，九妹。雪娜。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酒吧。这是不是一个酒？分。分酒。酒少，还差还怕酒少吗？我们这么重啊，踩的百分酒少年，百分酒少年，但是这个歌名，你说呢？哪一首歌？四个字。这个歌名是四个字的吗？是个单字。百分酒少年。什么 ？Pick me。怎么？不是，中文没有吗？哎，回来吧，回来吧。你们有什么歌是四个字的？那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英文字母吧？有英文吗？就是那个呀 ，A A 吧 ，A A 吧。有英文吗？叫 E I E I。先答对，不先重新录一遍。啊，哎呀，这你都知道啊！打扰了。哎呀，打扰了，打扰了。我感觉会有我们的歌。刚才已经燃烧卡路里了，还没有。你们两个真的卡路里猜不猜 A A 猜是 A A 猜的，你俩怎么回事？请看题。又又。人。啊。准备好。嗯。人。你的歌呀。情人。情人危险又迷人。情人危险又。歌都没有答对，我回家了。你为什么要跨界了？你现在？我能理解，真的，关键时刻就会脑子会一片空白。我们理解不了。他没往自己那歌上想。对，真没有那么想。好了啊，我们很快题就没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来，请看下一题。圆。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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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这出一个字儿就是要要，明天我要嫁给你吗？不对，是好像是，就是明天我要嫁给你。对，是明天我要嫁给你。三二一，戒指。今天我要嫁给你，春暖的花开。错误。春暖的花开带走。明天我要嫁给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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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回答错误。今天肯定有，有拉有拉，肯定有拉。明天我要嫁给你。啊，三来二，秋天的落叶。一，回答错误。今天你要嫁给我，春天的花开。回答错误。快回去。不对。明天你要嫁给我，一个差一个字。DT in the house， 周丽 in the house， 是不是这样？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蔡依林。蔡依林、陶喆，到底什么？回答正确。我这都 DT in the house 了还不行。下一题。爱爱死了都要爱，不是爱情，这该死的爱情，对，这都什么活？什么是爱情？原来这就是爱情，原来不对不对，原来这就是爱情，张靓颖，回答错误，不是，不对吗？不对吗？继续啊，肯定是关键词错了。蒙一下吧，蒙一下吧，原来这就是爱情，范晓萱。这个范晓萱应该区别挺大的，失去理智了已经。原来这就是爱情，范玮琪。错误。张韶涵。错误。杨惠妹。错误。蔡徐坤。错误。走开走开，就张靓颖的歌。原来这就是爱情，你爱我。错误。也许这就是爱情，张靓颖。因为这就是爱情，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正确。来一个！我怎么把这个给记错呢？我的天哪！你不需要嫁。原来说了半天，原来。啊！哎呀，啊，那你知道头两个字是不对了？没有，我不确定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是什么。哎呀，太遗憾了，好多人都接近了。哎，太可惜了。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我不管怎么着，我要先抢着再说。请出题。因为爱情，因为爱情。后边是啥呀？不会。王菲陈奕迅的歌，王菲陈奕迅的歌。的歌，的歌，太过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因为爱情。因为爱情，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错误。因为爱情，有可能不是因为爱情，你想这个问题。爱情啊，是什么？两个爱情。啊，脑仁疼，我放弃了。很简单，其实。因为爱情，因为爱情怎么了？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爱情电视剧的名字。
是幸福的模样。恭喜麒麟，这一道题回答正确。你早就该恭喜，遥遥领先。所以这个环节恭喜麒麟获胜。我们接下来要考验大家的团结合作的能力，所以这一项任务就是要在指压板上跳绳。我的妈呀，在这上面跳绳还得了？我摇绳吧，是吧？那怎么可能？就是很简单，来吧，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我跟你说，玩指压板的秘诀是什么？你要控制你的肾上腺素的分泌，就你上去的时候要告诉自己的肾上腺素分泌炸出来，就不会痛。来了来了来了，下一个先试试镜。可以可以，好厉害。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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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第一那个跳最久吗？肯定我最后我是鼓王。肯定是你啊，郑恺。你还用想吗？我第一。这是香港鼓王的。对，我只负责敲鼓。香港鼓王，你是不是香港脚王啊？香港脚王没有人敢当啊。香港脚王。现在考验的不是鼓是脚啊。对，第一次挑战，请准备。肾上腺素，来吧。血腥了，太疼了。这些年凯哥的绝承受的太多了，太疼了。绿队第二次挑战，请准备。你快点来啊！喂，往前！喂，我好痛，我好痛！快啊，来啊，人呢？喂，我好痛。我好痛，快啊，人呢？快的是，你们两个的步伐不一致，你们两个步伐不一致啊，看的都疼。快点来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好痛，喂！啊，节奏好了。我好痛，快啊，来啊！哇，太痛了！啊，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跳的不够高。你不用跳很高，你只要腿起来就行。但是我是第三个嘛，这里要跳的比较高才可以。对，所以我们再往前一点，你可以，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
全都是一样，我天！继续吧，继续吧。加油！我，我疼，疼啊！完成挑战，用了四次机会。好痛啊！哦，耶耶！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谁是第二名啊？白队。我觉得我们担当不起第二名。白队，请准备。来，哎，那是藏一个棍嘛，然后，哎，等会儿我就直接拿上去。哎，对，我收起来，然后你就从那棍儿戳出来不就完了？你就拿他们当傻子了是怎么着？这不都拍着的吗？这镜头都记录着呢。来吧，白队第一次挑战，请准备。啊！跑吧！啊！啊太疼了！以为是个王者嘞。要不第一个？给我呀，第一个。啊！我想跳的，我不是在那儿，我不敢蹦。咱不行，放弃吧，别折磨了。算，你也看出我们的实力来了。哎，刚才你们在唱歌时候争取 PK 的气势去哪里了？我还没活血呢，加油，可以的。我们已经化瘀了，我们已经甭活血了。我都没感受呢。要不你先来，你头一个。我不行。你第二个，我最后抱小虎。这个就一直上不去了，我没有拉垮，不关我的事儿啊。我第一榜，我第一榜试一下，好吧？我第一榜，因为我的问题在于进去。对，你咋出汗了？刚才在黄河旁湿气比较重，现在给大家逼出来。还是你们想的周到。听着鼓点，咋了？他咋了？抽我，小高！走，走，走，走！哎，你们不要打乱我的节奏。哎呀！被人抢跑了，多一个都不想跳是吧？多一个都不想跳。你这不打我，给我自己人活过了。
1,000 years later. 我倍儿紧张。哇！哇！失败。 红队第一次挑战，请准备。哦，哎呦，低点，低点，哦。给我。嗯。嗯。嗯。好了，成功了。 没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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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恭喜红队挑战成功。好棒！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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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不是，我觉得我们疼痛感是 OK 的，我们就是不太协调。不要让前一个再多等待一次嘛，就是进就赶紧进，赶紧进。就挑战成功，恭喜！终于到了第一！我们再试一次，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我们有申请的机会吗？白队不想当最拉胯的，我们可以是最慢的，但是我们起码成功一下。可以，没问题。不是，关键那三组都对，都赢了，都成功了。我们不能拉胯，加油！来吧。太疼了！啊，他眼睛有泪花了，已经。哇，太痛了！哦！我低帮试一下，好吧？加油！可以的，相信自己。我懂，我找到感觉了。走。哎，很棒。好样的，好。哎。很棒。刚才没有那个战术，就是一个进赶紧进，对。战术问题。
那我们这项任务的挑战就结束了。